粽子好了，粽子好了，来来来，看一下我们买回来粽子，哇，看起来好香哦。吃粽子呢，是为了纪念我们中华文化的屈原哦。纪念中华传统文化。管它纪念什么，纪念自己的嘴巴最重要。看一下粽子哦。哦，超大只！哇，这个很大。好大只！哦，制程控制的很好。哇，可是这个量好足啊！哇，你看，满满的料，满满的料，然后蛋黄也是一样，很大颗的蛋黄。这个蟹肉很大，看起来很好吃。哇，这个好多肉，你看。哦，超多肉、这个应该也一样吧。这料好丰富、美味。来吃这个肥肉了，是不是肥而不腻的那一种？我喜欢肥而不腻的那一种，好黏糊。享受人间美味。这个好吃的台湾粽子哦，推荐给大家。